对，打开来说哦，啊，打开了说，很好哦，这句就很好了啊。好，再从头来，走。一首深情诗句，渗透多少爱的含义，不过注定。好的，那个地方让我在离别告诉你，二三四五，空半拍。好啊，再来这一句啊，走。让我在离别告诉你，二三四五，我是怎样的爱你。就没有泛音了。好嘞，你有的呀，你有大舌头的呀，哎，松，大舌头就是松开了啊。从头来，走。一首深情诗句，渗透多少爱的既然。
好，从这句反复，它这个反复呢，这份括弧有一个升半个音。好啊，我没升啊，咱们现在这个调上稳定住，走。再来一下，我要求什么呢？就是开喉咙唱快。哎，一开喉咙，你看这边都松得很呐、啊，就有点飘，感觉唱不实在。好，对了，因为我们的声音如果有一个依靠，有一个肌肉依靠，我们就觉得很安全。对。啊，不要那个，啊，大舌头说不？我感觉我就是松开喉咙，就感觉我感觉每一句都不在调上。没有啊，你没有跑调的呀，没有。哦，这是真的吗？太好了。没有，你没有跑调，你音准没问题啊。好的，这音准也要看是什么情况呀。比如说我的气高了，我的音可能就偏高，是吧？我的气这个如果不足的话，我的高音就会偏低，这个就是技术问题、啊，不是耳朵问题哦。只要把气一吸好，它就不存在跑调了。好的啊，行。好，第一啊，我这边要求啊，第一。咱先松开了唱，哦，你看这块松开。第二，唱歌词，歌词里面的内容，唱到美丽的时候，你要美丽，你要有感觉的，美丽的，点点滴滴，就是你在对你在说这个词的时候，你的表情要跟上。好，这个诗，这首歌词写的不错的，写的很文艺的，感觉到没有？但是可能就是面部表情有点不太会控制。这主要是咱们现在还在想技术。没有，可能是因为这样。就有一天我在学校，就跟我同学坐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他突然间过来问我说：“你脸严肃干嘛呢？”然后给他一看，在打游戏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一脸严肃在那打游戏？”我说：“可能是面部表情的一些问题。娱乐一下没可以的呀，这也自己的，可以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是能做到的啊，好。对
了，你听我说，这你就说这一句，第一句，一首深情诗句，你是不是要这样说？咱不能说一首深情诗句，你看咱表情就不是深情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声音都在腔底里，都装进去，这样说好，你不会觉得他的，因为他这个歌写的也是比较慢，你看这一个句四拍还要再空一拍，所以你要是在那个情绪里，你就不会觉得它长。好，如果咱们再打拍子，一二三四，咱们就会觉得长。嗯，啊，好。我在阳光。
吸的地方都，你呼吸的地方都对了。耶耶，好，好，你听啊，这一遍啊，这一遍是不是感觉到就没有哪一声，哎呀，特别的就跑出去了？嗯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好，我们升高，升高两个调来唱啊。刚才唱的是降 E 调，现在我们唱 F 调试一下。哇，没问题啊 ，F 调最高音当到 G 了。啊，要说你的音域的话是没问题。好，我只想说，只要是你把音量控制住，大舌头咬字啊，先松开了咬。行，现在我还没跟你说哪一句要弱，哪一句要强，咱们就现在这样平平的把它，好，规规矩矩把它唱出来。只要不要哪个字高音给的特别厉害，然后咬的特别死，咱就成啊。我尽力不尝试一下。哎。要求你什么哈？这句啊，我怎样去爱你？这一句是一个强，是不是？这句是个强，你把它强出来，强出来完，用一颗心来告诉你，告诉你弱唱，用一颗心来告诉你。我的思念不再留给悲伤，就前面一句强一句弱，一句强一句弱。好，泪水胜过千言万语，泪水胜过千言万语可以稍微平着点唱。前面这两句一定一句强，半前半句强后半句弱，前半句好，试一下这个啊。好，从这个
第二遍的反复，第二段的反复啊，走。我怎样去爱你？对了，对了，再大舌头一点，再大舌头。那个你，你看最后一个音是你，是不是个闭口音？你，对，松开脖根儿。你，好，抢起来啊！这句抢，我怎样去爱你？用一颗心来告诉你。来告诉你，坐下来。好，我试一下，好，试一下啊，走。我怎样去爱你？用一颗心来告诉你。哎，大体就这样。再来一下啊，好，走。说你唱这个歌胜任是没有问题啊，就你的音域啊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好啊，胆子要大，然后再大舌头一点儿。好，松开，哎，只要松开了就好啊，没关系。OK， 把该破的音在练习里面破，上台的时候都不会破。对，就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调还从来没唱过呢。咱们 F 调没唱过，哎，咱们以前唱的 D 调还有降 E 调。好，今天我就，因为今天你降 E 调已经很不错了，啊，我只是说给你开拓一下，实际上在降 E 调上就很棒。OK， 好。